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，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滥用国家力量，企图利用自身科技优势遏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，此举违反市场经济规则，破坏国际经贸秩序，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武器化，搞技术封锁、技术脱钩，妄图垄断世界先进科技，维护自身科技霸权，破坏全球紧密合作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注定以失败告终。